现在玩的游戏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有一只宠物可以升五星的，巴哈特，然后它甚至会拿到一个七星宝物巴哈姆特之锤。OK，兽人的，然后这只是工会 BOSS 打赢之后会掉碎片的，还要工会够给力，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啦。